之前我有讲过了啊，所以 Access 部分呢，我们大概就先直接看，大概就是先建立一个什么资料，你可以用那个资料表设计嘛。那设计里面的话呢，可以做出有我们需要的几个栏位，包含就是说，我们有1、2、3，总6个栏位嘛，哦，啊里面的话大概就是给它一些相对应的那个类型，包含如果短的文字啦，哦，还有一些数字等等的。 啊，最后的话呢，我们把它直接打开来，你可以看到里面就是类似这样的啊，里面现在是空的啦。那我要把资料丢过来 ，OK 哈、哦。那所以丢过来上礼拜讲过嘛，就是用那个还记得吧哈、哦，建立什么那个查询设计还记得吧？查询设计里面呢，把它关掉之后有个 SQL， 那里面输入什么 Insert into 有没有？就是跟它对话，啊，因为在这边对话用 SQL 它会听得懂。 那我们再利用那个 ADO 有没有 ？Excel 里面用 ADO 就可以把那个 SQL 的语言呢，再丢给 Access， 它会就帮我把资料给丢到里面去。那跟他讲什么 Insert into， 那丢到哪里呢？丢到那个哪一个资料表？就是问题02里面。那哪一些栏位呢？有6个栏位，你就把那6个栏位填上去。啊，然后呢，空一格 values 里面就把我们需要丢的资料呢，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丢进去，所以这个栏位数比较多了哈、哦。那做法上跟上个礼拜都差不多，所以呢哈、哦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啦，所以我们就大概哈、哦、把那个最重要的部分先跟各位 run 一下。第一个的话呢，我直接在这边新增一笔资料看看。那这个资料的话呢，我是直接扣那个新增资料这个地方。 那新增的话是新增最后一笔啦，就是说呢，我把这个 Excel 里面的最下面这一笔，先试着塞到我们的那个 Access 看看 O 不 OK 哈。所以如果一笔 OK 的话，那其他就跑一个回圈，全部都可以把它写过去。那如果可以写过去的话呢，我旧的资料就可以把它删掉。删掉之后的话呢，那就可以再把它查回来。好，不过这边好像还要再加 Potato and Potato 的那个叙述哈。 那里面的话呢，大概就是一样新增，所以新增的话呢，我就是call利用 ADO 新增资料。那上个礼拜是 A 到 E 嘛，现在多一个栏位到 F， 然后把它的哪一列最下面一列的第1栏到第6栏哈、哦，这些资料呢丢给利用 ADO 新增资料的这个 sub， 然后呢我去找到什么呢？ 在我的根目录里面有没有问题02的这个 ACCDB 啊？如果有的话呢，哎，我把它怎么样？把它开起来。开起来之后呢，再利用 Insert into 语法，然后有6个栏位的名称，然后放6个资料，再去执行。那如果理论上哦，应该没有问题的话，最关键就是 SQL 这个 SQL 如果可以过的话，那表示你可以新增一笔资料过去哦。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，理论上应该这样。我直接按新增资料，好、哦。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 SQL 啊，我讲过你可以按 Ctrl 加 G 的快速键。如果你想知道说现在的那个 SQL 语法里面对不对的话，你可以加一个问号，空一格哈，打一个 SQL 啊，这个还蛮重要，因为其实哈，程式最容易发生错误的就在这里了。如果你这边过的话，那后面就一帆风顺了；但这里不过的话，那后面就是灾难的开始哈。反正这个其实最 Enter 一下看一下哈，看一下有没有。 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个资料，那丢过去看起来应该没问题。好，所以呢，我把它按 F8 看一下有没有 OK。如果过的话，那就直接就写过去。哎，对，表示说呢，我们现在跟那个 Access 通上话了，而且他也听懂我的意思了，然后他也已经帮我把资料写过去了。好，所以正常情况应该是没问题。啊，把它重新整理一下，这一笔就过来了。 有没有两边可以沟通的嘛？对不对？哈，哎，两边可以沟通，很多事就好解决。但两边不能沟通呢，那就会很多问题了。好 ，OK，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出在沟通上面。所以 ADO 上个礼拜讲过，加这个 SQL 就可以把它丢过去了。那一笔可以之后的话，再来就是什么多笔嘛。所以我们后面执行完之后一笔 OK， 然后再全部汇入。全部汇入的话，就把这些全部。 for i 等于第2列到最下面列，一个一个的映射进去，好，我们试一下看看，全部汇入，哎，新增全部看一下啊，再到 Access 里面看一下有没有，哎，有了，有没有？全部都过来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达到资料丢过去啊，后面当然可以把旧资料删掉，然后也可以从这边再读过去。上个礼拜都有讲过了哈，所以这个部分我就不细部 demo， 然后这里的话呢，哈，你们就可以参考云端这边都有，哦，删除啦，从资料再捞，甚至我后面还要补充什么？补充那个，如果你用网方的方式来做，那网方来做真的很麻烦，因为要写入权限，然后设定这个设定那个，然后你如果 Win7又很麻烦 ，Win10那更麻烦，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。所以我是建议哈，你可以慢慢改用什么？改用那个所谓的 MySQL。 那可是 MySQL 哈，这个难度又比 Access 更高，因为我们要架 MySQL。架 MySQL 之前哦，你们可能要先把这个 SAMP 先下载。那至于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啦，可能没办法讲到，所以回去的话，我建议各位可以先把这个步骤先做做看。那这个步骤的话，实际上哈，等于是说架设那个PHP 有没有？如果你要架动态网页的那个技术，跟这个是完全相吻合的。 啊，只是说我们是拿它的一部分的技术来用而已，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同学哈，甚至你可以在我那个什么，在我的那个部落格里面哈，可以看一下一个懒人包啦。如果你对于那个后续的技术有兴趣的话，我是建议你可以到那个部落格里面有一个那个懒人包，叫做 PHP 云端资料库教学懒人包。这个是2005年哈，我在某一个。 那个学校那个某个学校的资工系哈、教了那个有关 PHP 的这个部分。那因为呢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大家都受用，所以我把 PHP 的这个部分从第一次到第13次，里面可能可以做购物车啦，做新闻公告，还有利用到 MySQL 相关的设定，都有把它放在那个我的那个 YouTube 频道里面。所以如果 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，哦，可以先把这边先看过啊，下一次也许来你会比较能够记这个接得上哦。OK 啦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啊，因为技术之间都是互通的啦，所以 MySQL 它将来可以跟手机的 App 也可以连接，跟 Python 也可以连接，跟 R 也可以连接，所以这些技术啊都是相通的啦。所以回去的话，我想请各位。